有一个消息一定要报一下，是来自犹他州的银行退出了支持 LGBTQ 游行的赞助。这个游行叫做 Boys Pride Festival， 因为这个游行会有才11岁的变性小男孩在台上演出。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新闻片段好了。And this weekend, Boise Pride is back and bigger than ever.This is video from previous celebrations, but events set for this weekend are not without controversy. Online right-wing news outlet The Daily Caller posted an article this week about Boise Pride Fest, highlighting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a drag show scheduled for Sunday afternoon. That caught the eye of new Idaho Republican Party Chairwoman Dorothy Moon, who, in a statement, criticized the event. Zions Bank was a corporate sponsor this year, but has now backed out.Salt Lake City-based bank said in a statement it has historically supported the LGBTQ community, but withdrew the sponsorship because, quote, we were unaware of the event's activities involving children. In a statement, Pride Fest Vice President Joseph Kibbe expressed sadness over Zion's decision and pointed out minor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festival for many years, adding inclusivity does not begin at age 18. 刚刚那一段新闻很值得注意，有一间犹他州的银行他说他支持这个活动已经好久好久了，而且一直以来都支持这样子的活动，什么 LGBTQ 啊、性变态啊、性泛滥啊，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支持这个样子的东西的，就连我们的员工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是全力的支持，而且全力的帮忙。但是不要搞小孩嘛，你要干嘛就干嘛，不要把小孩牵扯进来。这个听起来很明显，就是他们也不是一间保守派的银行。很明显，他们也不是说跟保守派有同样的底线，只是不想要小孩参与在这样子的活动里而已。但是那个活动的回应是：不行，你们不可以有任何的底线。他们这个活动主办方说，小孩一直以来都有参加在这个活动里啊，有的有上台，有的没上台。多元跟包容不应该从18岁才开始。这个新闻上个星期才爆出来的，六月的时候还是这个骄傲月还不够，现在十月还有一个叫做 LGBTQ 历史月 History Month， 等于说一年有六分之一的时间都一定要来庆祝 LGBTQ 这个族群。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希望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365天，最好整整一年都要来庆祝他们这些奇怪的性生活。不管这个月份是在十月还是六月，这个新闻有一个重点，而且这个重点是一样的。左派一定要把这些议程灌输到小孩身上。那很多中间选民或者是传统派、传统自由派的人就会这样想，就是说，而且其实我一直以来也都是这个样子想的，直到我开始做 AI News 之后，然后不断的每天读新闻，我的想法彻底的改变了。我之前。或者，跟我之前一样的人会认为说，这是他们的自由啊，他们要干什么随便他们啊，他们自由派这么蠢，对不对？只要他们不要碰小孩，他们要干什么随便他们。他们如果只是想要拜登去那些变态又暴露的活动演讲，然后说一些什么你们很勇敢、很坚强，他们只要不要碰小孩就没事了。但是我看了这么多新闻，然后我自己读圣经之后，我自己发现了一件事，就是他们一定要攻击小孩，他们一定要把小孩变成他们议程的一部分。因为如果他们不把小孩都框在里面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承认这些活动是淫秽的，而且都是无耻的。我们不让小孩参加某些活动，看某些电影，或者是玩某些电玩，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可能有暴力、淫秽、道德沦丧的东西。但是像 LGBTQ 的游行，这已经是很明显的非常淫秽的活动，我们为什么会允许在我们的公共场合里面发生？这跟现在最常被讨论的变性人议题一样，很多人会觉得，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觉得，那些人成人啦，对不对？可以自己去做自己的决定啦，那是他们的自由啊。他们如果想要把自己的生殖器切除的话，那就让他们自己去搞嘛，对不对？只要他们不要逼小孩，只要他们不要说服小孩这样子做就好了，我们管这么多干什么？但是他们一定会让小孩去做这些事情，他们一定要说服大众，小孩需要这些手术。因为如果他们说只有大人可以去做，小孩不能做的话，他们就必须承认
这些东西其实是有伤害的，这些东西跟想法其实就是一个心理疾病，是需要治疗、需要解决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要承认的就是，这些东西小孩不该做，小孩不能有权利去做，但是大人、成人也不应该去做，也不应该有权利去做。这些自由派在做的事情，只是把他们想要得到的结论、结局，用一个最能得到这个结论的手段达成而已。一个男人如果心理不正常、性别错乱的话，他就可以切除他的生殖器，然后说自己是个女人。如果这个思想是可以成立的话，那当然小男孩、小女孩应该也用同样的观点来看，而且应该要更早，应该在青春期之前就去做，因为青春期之后这些手术就必须变得更复杂，对于身体的伤害跟破坏就会变得更大。这就是现在很多左派的医生在说的东西，所以说他们一定要把变性手术变成幼儿就可以去做的事情，原因是因为这个想法原本就是错误的，不是问题方向错误，是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跟所有的骄傲游行一样，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骄傲游行原本就不是一个合家观赏健康的家庭活动，骄傲游行就是一个充满色情的节目。小孩只是一个理由，小孩只是一个棋子，小孩只是他们达到政治目的的方法。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只能在某个大城市里面的地下室、舞厅、夜店里面存在的，那些一般的人、一般的正常家庭不会去的地方。色情产业是人类历史上最长久的产业之一，但是从来就不是主流的，而且从来就不是合家观赏的东西。但是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这样子的变态行为、这样子变态的活动成为主流，不只成为主流，还要欢庆，还要我们帮他们鼓掌。他们把小孩放到这个议程里面，只是为了要说，你看小孩都可以这个样子了，所以说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东西灌输给小孩。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群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没有羞耻的人。